你小时候喜欢玩鬼抓人吗？最近 Netflix 宣布，经典综艺节目《全员逃走中》即将回归。《全员逃走中》是富士电视台最早从2004年开始制作的实境生存节目，玩家必须在时间内躲避猎人追捕，赢得高额奖金。在时间的倒数的过程当中，奖金会不断累积。如果你中途觉得赚够了，就可以自首喊卡拿奖金；但如果被猎人抓到，奖金就会全数归零。而这个节目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这群人数超多的猎人们，他们不仅装扮超酷、跑酷超快，每次出场呢也都超级浮夸。消息一出，很多有看过的网友呢都表示非常期待，青春都回来了。那我想问一下，会有特别嘉宾吗？